这首歌要送给我女儿，你看看你爸爸已经一把年纪那么大了，还可以继续尝试新的东西。我们虽然知道我们生活中不是超级马里奥，但是我们心中还是想成为那个强壮和百变的超级马里奥。左哥，放马过来了。全世界，我是不超级的马里奥，我不配。